下料，按照需要的长度与宽度定制，把原材料切割成标准规格。二，修边距，把有毛边、线条角度不规则的原料修成有角度的规格料。三，平刨，把裁修后的木块刨削平整，使表面具备一定的平滑度。四，弯料锯，即制作造型，使木块具备一定的曲线与规格。五，压刨，把不规则的材料加工成规格品，规定了原料的厚度，使各个角度标准一致。六，螺机，以模具作为原型，用刀具进行切削，形成更为完整与流畅的线条，规定了产品的形状。七，出榫机，使木块具备特有的榫头结构，制作出一种古典效果，以便木块之间更为紧密的嵌接。八，曝光机，通过纱布进行手工曝光打磨，使木块更具手感，表层更为光滑。九，平台曝光机，通过纱布旋转，借助铁柄的重量，令木板表面平整且无倒刺感。十，组装，把各个程序所做好的产品零部件进行组装。十一，木模，把木头表层的毛刺打磨掉，有小坑洼或者黑疤的地方挖掉后填补起来，并打磨光滑。采用特有的榫接工艺，在保留传统榫接工艺的同时，又摄入现代科技新因子，摒弃了市场上直拼与打孔的伪劣做法，错开接缝处，使木块之间嵌接紧密，使玉柜的使用年限更加长久。聘请浙江东阳民间身姿雕刻大师，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标准和严格的产品内控制度，纯手工打造每一款产品的雕刻纹路，每一道细节都精心雕琢而成。一厘米的宽度就有一公分的深度，我们追求每一层镀金的清晰度，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，更加符合现代精英阶层的高品位需求。在木工程序完成之后，我们进行质检，通过对半成品整体及细节的严格检验，来确定是否进行下一步做工，检查木头有无裂缝与黑疤，组装结构是否符合规格，验收合格之后则发至油漆房，